天的，所以可能稍微会有点晒。然后世界园艺展示区呢是各个国家特色，比如说什么土耳其园、阿联酋园是他们自己国家承包的一个小小地方，然后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这里呢？这里，这里边说实话没有太大意思，就是一片树林。好的。那这里呢？这里您预计几点离远呀？我们大概就两三小时。两三个小时，三四个小时，那就去我跟您推荐的一二三四块四大块地方吧。好，那这个也去。这个也可以顺便去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再见您，咨询一下啊。